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Munchy Madness。今天晚上我准备吃我新买的这个韩国炸酱面，吃两包。然后这个是香肠包，然后这个好像应该是猪骨头吧？我看它那个烧腊那块有，我就买过来了。这个现煮了，这个就是腊肠，已经剥好的鸡蛋，水正在煮着，我就先把这个拆开，取出来两包。我现在发现韩国的这个泡面，这些面都好粗实。看这个面，包装上面的说明是说要把这个粉包兑水拌好，然后再倒到面上。看，这是加水之后的样子。看，煮好了也捞出来了，它这个面好 Q 弹，好 Q 好弹，很有韧劲。哇，方便面煮出来像那种手擀面，就现做手擀面的口感，那个手感看上去的感觉。接下来放酱了，看上去还不错，搅一搅。哇，这个颜色好好，我觉得我以后得去买点泡菜。行，那开始吃吧。开吃，这个口感呢，哇，真的是不能再好了。好吃。你看它特别的有弹性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用筷子去拉它，它可以延伸很长。剩下的这个酱和腊肠我就不吃了，有点咸。接下来吃香肠包，等一下，哈哈。感觉不是特别的搭，但也不是特别的不搭。哎呀，不小心掰折了。
最后一口蘸酱吃，香肠包吃完了，想吃这个。喂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下酒菜。先吃这个吧，这个看上去像是骨头，肯定是骨头了。我是说，骨髓，应该是脊椎骨吧。这咋吃啊？这是鱼吗？这不是猪骨吗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骨头，这是啥呀？怎么吃啊？这是鱼吗？咋吃？啥玩意儿这是？这是鱼吧？这是鱼眼睛，我猜的。我买回来什么玩意儿啊？这都是啥呀？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收看，喜欢就请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我是 Monkey Madness， 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